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冰箱里面的红烧肉啊，装的满满的冰箱。这是我们的大冰箱。哇，这是我们昨天烧的红烧肉。其实很多，金星你要干嘛呢？我去，你直接进去好不好？你今天晚上住里面了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满满一冰箱的东西。就是看起来特别有满足感。其实也没咋买，就是从原来家里的冰箱给它搬过来。我家是双开门的冰箱，整个冰箱的东西都搬过来了，耶、yeah。其实这个冰柜吧，你看装了什么早餐啊，还有骨头啊，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很多都是我们烤箱里面要用的、其实说真的，它这个冰箱比我们大概以前的时候，以前我就这么高。那没有，那没有，三分之一吧。我觉得有一半的大小，就宽敞很多。3/1差不多。宽敞很多。因为这个地方大了嘛，然后我们就把新买的这个，这有个肉墩，你是要给我做吗？我们的空间比较富裕了啊，然后呢，选的电饭锅也大一点了。这个是我们新买的一个电饭锅，可好看了，是爱管闲事，啥都管。这次因为我们要来营地嘛，然后可能也会有朋友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刚买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电饭锅给带上了。其实它是一个压力电饭锅，然后也是压力锅。对，其实我比较喜欢紫色，它也有别的颜色。出来，七七，快点。这反应还挺快。嗯，今天晚上就先焖个米饭吧、然后这个其实可以炖汤的呢，因为我们炖的那个鸽子汤特别特别鲜，它就是有一种像就是广东的那种广式。 对，因为放了香菇，它比放了鲜菇什么的，它比我们这种用放在那种火上烧的那种高压锅好像不太一样，它就是慢炖的，就适合炖汤啊、炖肉啊，煲汤啊。咦，就提筋啊，煮粥，无水菊是啥？这个还没研究过，还没研究过，功能还是挺多的。对，先今天晚上先把米饭焖了，一会儿可以配我们的红烧肉。要几份啊？两个。两个吗？这里还没收拾完呢，明天把我们的收的东西给它归置一下。是在房车里面喝的水，一般都是会用这种纯净水，或者是买那个大桶的大桶的水，但是现在没买上，先今天晚上先用这个。好满，农夫山泉焖饭。到底这个饭好吃，到底是水的缘故呢，还是电饭煲的缘故呢，还是米的缘故呢？这也是个牌子哦，这个可能大家有些人都认识，这个牌子也是个大牌，叫什么来着？大鱼，它叫大鱼啊，对，大鱼。快速饭，我们要煮什么饭？正常饭。它有精华饭是半小时。哦，太不行，快速。快速，快速饭是半小时哦。我看看啊、精华饭55分钟。那半小时吧。我觉得我们要不了半小时，就这么点米，对吧？嗯，就这样吗？快速饭哈。然后怎样开始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可以了。七七，你干嘛呢？七七，你搞啥呀？干嘛呢？铺床。我们今天晚上打算吃红烧肉，但是呢，好像没有蔬菜不太行啊，就再放一个蔬菜汤。饭已经好了，刚刚说半小时，我感觉才10分钟差不多就好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的饭成功了没有？哇，哦，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哎。稍微水了一点，可能水多了。没事，我喜欢吃软饭。Good。然后开始现在做我们的菜汤了，可以配着我们的红烧肉。你不把这个打开啊？不影响，挺好的。哎呀，也是啊，这个锅其实就是简单方便，它也是个插电的，然后呢又便宜，其实它还蛮便宜的，我觉得是。对啊。就是每天早上做个早餐啊什么的，也是我们新入的一个比较多功能的一个东西。其实住营地有一个好处就是水电无忧嘛，然后电也不用担心怕不够啊什么的。来个大火吧。对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有个好处是什么，就是在哪怕在就是在咱们屋里面炒菜啊，它没有那么大的油，它相对来讲火没那么大嘛，就是功率也不是很大。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这个我们是做早餐会比较多一点。对，我们就是做个菜汤嘛。
哇，这一下怎么感觉有滋滋滋的声音了？确定可以炒吗？没问题啊，它本来就是炒也行，炖也行。真的吗？我还没试过。烫了烫了，烫了那个油呢？油在这里。刚刚水已经开了，哦，不是水已经干了。嗯。有点小孩子过家家的感觉。嗯，其实这个锅吧，其实说真的，嗯，颜值还行。就是我是图它简单方便的，你看，哎呦，还是有一点点烟的，有点烟，哎呀呀呀！失误了，应该拿到外面弄。你看它溅的，它有水。虽然就是比较小，方便一点，但是溅水也毫不舒适。说真的，就像哪怕那个床车也没有。对。OK， 放菜。嗯。搞上去。别闹。不闹，还可以嘛。还好些。嗯。我还真没想到竟然能炒。其实我就主要是想让它炒一下会香一点，哪怕不炒直接放汤也行的。然后料酒滴一点。啊，拿了一桶搞进去。绍兴黄酒。嗯。做菜少。我们浙江这边的人啊，都喜欢做任何菜都要放一点黄酒。好香的。嗯。开业。再想一点放。然后锅呢，着实是有点小。主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放汤嘛。为啥？再加一会儿，再加个粉丝。粉丝好像没有啊。啊，没有啊。你帮我再找一下吧。那没有就是没有。那这样才能看得下去。OK， 你看这样好漂亮。嗯。颜值相当高。这个其实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因为它是透明的嘛，能够看到里面煮的情况，然后特别漂亮，还可以炖甜品。其实它主要的功能是炖甜品，还有就是炖，对对对，烧个泡面还是最好。对，是不是要放点豆腐呢？这两个小家伙已经玩累了，开始睡觉了。琪琪同学已经把 Tony 的窝给他抢走，在里面，他在上面睡得可香了。我这房间里面一下子变得热气腾腾。其实现在啊，两个菜一起烧，虽然没有油啊，但是这个水汽也挺大的。嗯。然后呢？我们车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配了一个排风扇啊，然后就当油烟机用。主要是你把这个窗户关了嘛。好，你把窗户打开了，刚才没有那么大雾，所以就没开。小心点。你是水蒸气还是油烟？肯定是水蒸气了，水蒸气带着点油。然后这是我们的菜汤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红烧肉。艾米说要加点那个午餐肉。我们现在还是坐在这个位置吃啊，但是总的来讲吧，这个地方没有我们之前那个地方大啊，稍微小了一点点。原来稍微长，稍微应该是稍微长一点点吧，但总的来讲也是够用的。嗯，两个人吃饭够了。来，我教你啊，这个红烧肉应该是怎么吃的。先来一勺，你这太肥了，汤汁儿，吃素的。来，给你。这不是减肥吗？白减了。哎呀，香喷喷红烧肉饭，嗯，把七七给馋了，你看。我这个来了。嘿，我以为还给我。我嘴巴说减肥，然后碗递的比谁都快。谁让这个红烧肉这么香呢？哎呀呀呀！其实收汤如果再收一点就更美更完美了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你出来干嘛？我谁让你们看那么香啊，幸亏昨天做的红烧肉。对啊，要不然今天只能吃泡面了啊。去睡觉吧，你看 Tony 哥哥睡觉了。嗯。
配红烧肉比第二顿，第二顿比第一顿好吃多了。嗯。再来点汤汁。不是油。下面好。这次弄得太肥了。其实也不是这次，他那个红烧肉就是送到这边，主要是什么？就是得下回给他稍微再。干啊！我想把油弄掉。炖一下，把那个油给它赶出来就好。只能往深的里面来舀出来就好。什么深？哪去了油？哦。